Hello， 大家好，跟住落嚟讲嘅 grammar 咧就系 tautomody 啦。tautomody 咧其实咧就有随住嘅意思啦。咁咧佢个特性咧就系前句变化咧，后句咧都会同时变化嘅。随住一啲嘢变化，跟住咧之后就会咁样变化啦，咁样嘅意思。咁咧其实随住咧佢有另外几个唔同嘅 grammar 嘅。咁咧，佢哋分別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意思啦。咁第一個 tautomody 就係隨住，第二個 ni tomonade 就係伴隨啦 ，ni chitade 就係連帶 ，ni chitagade 就係按照。咁呢三個 grammar 咧就係前句變之後咧，後面先會變嘅咁樣樣，同 tautomody 咧有少少分別啦。咁咧 ，tautomody 咧，咁佢有個漢字嘅，就係共呢啦。咁咧 ，tautomody 可以係跟名詞嘅。首先睇下第一個例句，昨天呢，下開始學起 tautomody， 但做偏多落間嘅好話，而落加的記得。意思咧就即係隨住女性社會進出。男女平等考慮方面能夠廣泛啦。咁咧 ，tautomody 咧仲可以跟動詞詞書型嘅。咁咧，我哋睇下例句先。多斯奧多魯 tautomody， 泰勒斯加奧多羅迪基達。隨住年齡嘅增長咧，體力咧就嚟得衰退啦。咁 tautomody 同人一齊用嘅話咧，就可以有 isoni 嘅意思嘅。但係用嘅場合咧，就多數都係上司對下屬講啦，因為係有少少命令啊硬啲嘅表現嘅。咁其實咧可以話係 isoni 嘅一個荒謬版啦。咁咧睇下例子先。どうするのか、一般いいのか、皆様 tautomody。考え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點樣做好呢？想大家一齊嚟思考一下，咁樣解啦。咁睇埋呢個喺第四課講嘅呢堂摩拉蒂先。咁咧，我喺呢度寫咗咧佢嗰個漢字嘅表現啦。咁呢堂摩拉蒂咧可以解伴隨咁解啦。咁佢漢字同埋普通體嘅表現咧，就係半音啦。呢個咧按照住咧就係圖音啦。呢個連帶住咧就係連咧嚕啦。咁咧呢個 tautomody 咧就係共呢啦。咁我咁樣用廣東話講咧，咁就等大家耳記翻佢個漢字啦。咁但係實際上咧，佢係會咁，但係實際上咧讀日文嘅時候咧，就會跟翻呢度咁樣去讀嘅。咁例如呢個圖音啦，就係 shitaga u 咁樣。咁而家重點咧，我哋講下呢個呢堂モナデ先。咁咧，我哋睇下例句。犯罪のテレネガニとモナデ、法律の改善を求める声が近くなった。意思咧就即係伴隨住犯罪低齡化。法律嘅改正要求聲音變得強烈啦，咁咧同 tautomody 咧一樣咧，咁呢 tautomody 咧，呢 tautomody 咧咁係跟名詞嘅，咁你睇下呢啲咧都係名詞嚟嘅，咁呢度咧就話同 tautomody 一樣咧都可以同動詞一齊用嘅，不過咧多數咧都會跟一啲漢字加 sulu 嘅動詞嘅，咁咧咁寫嘅時候咧就會 sulu ni tautomody。同埋 sulunoni tomonade 兩種句型都有嘅，即係有時加個 no， 有時就唔加個 no 咁樣。咁我哋睇下例句先。così ga si consulu ni tomonade， 今日就問啦，問大家的的決答。咁意思咧就即係伴隨住工程進行，各種各樣嘅問題咧就出來了，咁樣解啦。咁咧，另外咧，呢度就話啦，咁咧呢度就話啦，呢堂 monade 咧係唔會前後句一齊變化咁樣出現嘅，咁多數係表現啲理由啊、原因啊、契機啊咁樣嘅。咁例如例句啦，
本日の改正に伴って厳しくなった。意思呢就即係伴隨住法律嘅修正啦，食品標籤變得好嚴厲，就係咁樣解啦。咁咧呢個 kaisen li tomonade 咧就可以用 kaisen li yode 或者 kaisen salade 咁樣去表達嘅。咁咧如果用 kaisen li yode 咧就變成因為法律嘅改正咁樣啦 ，kaisen salade 咁就會變成因為法律被迫改正呢個使役受薪去表達啦。